一顶帽子呢？很多人都这么猜。它不是一顶帽子，而是一条吃了大象的蛇。你哪一种会知道？连三岁小孩都看出来。而且什么？那一只蛇不久前还装过大金鱼。这些事情连我都不知道。你很会画画，我快去帮我挖一只小羊。没问题。全部人上台啊！啊，你们大家就要讲说，我们的表演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